嗨，大家好，我是 Liv。 昨天晚上在青森市区住了一个晚上，现在先来加油一下。来青森之前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发现一个很少人会提到的景点，就是石文时代的世界遗迹群。石文时代是指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并且以制作陶器为主。青森的山内丸山遗迹是日本最大的聚落，现在已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来日本参观城堡的时候，会看到指标上面写本丸，不是饭团的意思哦。Thank you.
房间是合适的，不过带有床垫。衣柜内有馆内穿的浴衣。超级喜欢这个座位。卫浴的话感觉比较老旧，不过这里有露天温泉，所以基本上没有使用到。这里的园区超级大，还有自己的公园，中间是一个很大的湖。旁边还有足汤可以泡脚。接着就是今晚的重头戏，也是青森屋最大的特色，就是睡魔祭的演出。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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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oes deeper than my mind, sees farther than my eyes. Ooh. My heart hears better than my ears, peeps as you draw near.Forgets, so fill my heart, fill my bone, fill my breath. Let us have a laugh that never forgets. My heart goes deeper than my mind.He's farther than my eyes. My heart hears better than my ears. Beats as you draw near.